现在我要演示如何检查矿机有没有中病毒，还有被挖算力、被偷算力。首先，你来到这个 winsdb.net， 然后下载了变成这个 winsdb， 然后你就安装。点击 Yes， 然后同意，然后选择这个特别安装，然后打勾这个。安装这个如果有这个，如果这个有这个病防止病毒的，你就要允许啊。如果没有这个就不用。然后就安装完毕，然后就打开这个软件。打开之后随便选一架机， OK， 我就选那一架，复制 copy， 然后选择 SCP， 选择这个 SCP。然后连贴，然后打 username root， password 是 admin admin， 然后点击保存密码，我点击 OK。然后登录，然后点击 Yes， 然后你就进入这个机了。进入这个机了之后呢，这个是本地的机器，就是这个电脑，这边呢就是那个矿机里面的东西，然后点击这个。再点击到上面这个，然后你来到这个 config， 然后你选择这个 file， 第一个 bitmain config， 正常的好的机呢只有三个步，一个、两个、三个，这是正常的。现在我去另外一家机器，请看不正常的。这个是另外一家机器，点击这个 OK， 然后看到这个 config， 然后点击这个，一个、两个、三个，多了这个呢就是 two hashrate。我的演示就到此为止，谢谢观赏。